我就想说你是谁？为什么我的脸有一种抹过猪油的光感？等买了之后，我就发现，哇哦，又是一个我不能理解的东西。我上个粉底需要这么痛苦吗？这一款真是我买过喷上去最丑的地方。Hello， 朋友们，我是 Ashley， 今天这一集呢是雷品特辑，又要来造口业了。很久没有分享呢买到的雷货大地雷们。那今天呢是彩妆的东西偏多，有一些不见得是真的是雷啦，只是说哦，我发现呢它网络上口碑啊声量非常的高，或是大家评价一面倒的好。结果我用呢就不知道为什么问号，我很难理解它的好到底是我慧根不够，还是福泽不够，无法参透它的好用这样子。那哪一些呢？我们赶快开始吧。首先第一个是这个 Makeup Eraser 原创魔法卸妆巾。这个卸妆巾呢是我看某一位 YouTuber 他所推荐的，他前阵子在欧美也是非常的火红，然后很多人在讨论他，说他沾取温水就可以直接卸妆。那我是看那个 YouTuber 推荐，我也觉得很心动，所以我去买了。那个 YouTuber 说他自己呢怎样怎样可以卸妆，只差那个睫毛膏没有办法卸掉，连眼妆哦都可以卸除，用温水就可以。我当然是听了很心动，立刻就去买了。买回家之后我真是傻眼欸，我想说这个不就是化纤的毛巾吗？好，他说他有很多什么科技成分在里面嘛。 OK， 没关系，我就直接按照他官网所说的方法来使用。我确实就沾了温水然后来卸除底妆。在我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我的底妆呢没有掉多少，大概两三成跑到这个卸妆巾上面，然后我的脸上呢还依然残留非常多的底妆。我想说我是属于底妆厚的人吗？好，或许他只能卸淡妆，那没关系。隔一天呢，我就再上了淡妆之后，同样的使用它，一样，就是呢，我的那个底妆呢没有办法被卸得很干净。那我想说，那它是不是就只能卸防晒呢？于是呢，我那天就什么妆都没有化，就只擦了一个非常日常、非常一般的日常型防晒，还不是什么防水型哦，就日常型的防晒 ，OK。然后回家之后呢，一样沾了温水之后卸。然后我觉得确实大概有五成以上的防晒呢跑到这个卸妆巾上面，但是为了要确保它真的有卸干净，于是我就再用化妆棉沾取了卸妆水，一擦就发现还是有非常多的防晒残留在我的脸上，它其实卸不干净。我就想说，如果你连基础的防晒都无法完整卸除干净，真的不要说你可以卸底妆。它最大的诉求就是卸妆，它不但妆呢没有办法卸得真的很好之外，我还发现它使用上面有一些麻烦。因为原本大家对这个心动会是想说这样比较环保，不用每天丢掉那些卸妆棉、化妆棉，然后甚至是你可以比较省钱，很多卸妆产品呢就可以不用再买了，那些消耗品用温水替代就可以了，只要勤劳的换洗这些卸妆巾就行。但是我发现事情没有你想的这么美好，就他说要沾取温水嘛，那你呢每天要卸妆的时候，就晚上回家就已经很累了，然后你就要打开水龙头在那边等个5秒啊10秒啊15秒啊25秒啊等热水出来，好好不容易啊终于变温水了。好，沾取之后呢，你就会发现3-4秒过后呢它就冷了，它就不再是温水了，它就成为一块冰凉凉的湿布了。就为了要用温水呢，你就只好呢再打开水龙头，然后再给它沾湿啊，然后这样然后再卸。那你就会觉得这样挺麻烦的，那不如我就除了一缸温水好了，这样可以一直卸一直卸，然后你就会发现这样子来回其实也没有比较方便，因为每天我还要等那个水变热，然后还要除一缸水，最后那一缸水呢也不会用完，然后也要让它流掉，就发现好像没有省到欸，既麻烦不省时又蛮浪费水的哈。然后就觉得说其实好像还是回去用我的卸妆油或是卸妆水卸妆来得轻松，而且有信任感很多，就觉得我确实可以把我的底妆卸干净。那再来，它的官网还宣称它某一面哦是可以拿来去角质。我想说你要是连底妆都卸不干净，你连防晒都卸得淋淋烂烂，你跟我说你可以去角质，有人用了它然后底妆卸干净的吗？是我使用方法错误吗？如果是，欢迎下方留言纠正我，因为我很好奇它口碑这么好，到底为什么我用却这么不尽人意？是我慧根不够，福泽不够深厚，没有办法领略它的好处吗？我真的是一头雾水，为什么别人所说它好用的评价跟我实际上使用的感受差别会这么的大？这一盒也不便宜，我记得这一盒也买了20-30块美金，然后结果就是一个我不能够理解它要拿来干嘛，对不对？就是不能理解 ，OK。下一个呢是爱杜莎的魔术卷翘睫毛膏，大家不要搞错，我之前非常推荐的呢是睫毛底膏，它们的外形根本长得一模一样，连品名都几乎一样，只有睫毛底膏跟睫毛膏这几个字的差别，前面魔术卷翘都是一样的，所以很容易搞错。我上一次就是误打误撞，因为它们的外观你看根本就长得一样，我就是要买睫毛底膏，结果我买错了，买成睫毛膏。我之前在其他影片就已经讲过无数次了，他们的睫毛底膏真的是我非常非常爱用，无限次回购。我一生会回购1000万支的睫毛底膏嘛，因为让你的睫毛定型卷翘持久嘛。但是我发现他们的睫毛膏呢，就是丝毫跟这个底膏没有沾上边，这个底膏所拥有的一切优点呢，这个睫毛膏呢半分都没沾到边。这个睫毛膏不知道为什么既不纤长又不卷翘也不持久，有刷跟没刷没有
有差太多，它没有办法让睫毛就是真正的纤长起来，而且呢，它的定型跟卷翘持久效果远远不及它这个睫毛底膏的实力。我实在是不知道为什么它的底膏这么厉害，它的睫毛膏却这么的让我费解。给大家看一下它们刷头的不同，底膏是刀柄型的这一种刷头，而它的睫毛膏是非常非常细的刷头，真的就是拿来刷下睫毛就可以了。问题是你有必要单为你的下睫毛而买一支睫毛膏吗？它底膏下睫毛也可以刷，刷的可长的嘞，可翘的嘞，可持久的嘞，所以我就不能够理解这个睫毛膏的定位在哪里啦，我就不会回购，也不是非常的推荐。好，下一个也是睫毛产品，是 CanMake 的速卷持久睫毛液。这个睫毛膏因为我前几次用了呢，非常非常的不喜欢，然后我已经把它不知道丢到哪里去，我找不到，所以呢，我现在就上图在这里。这个睫毛液呢，我也是看别人推荐的，然后说它主打就是非常的卷翘，甚至可以不用睫毛夹就非常非常的翘，然后可以翘一整天，怎样怎样怎样的啊！你们认识我都知道，我就是喜欢把我的睫毛刷的翘翻天，夹都要夹翘，对不对？那在网络上看到这一支睫毛液呢，就烧到我了，所以呢，我就下单了。买到的时候呢，我想说，那我就先不要夹睫毛夹好了，就直接裸刷，直接刷看它能够多翘。结果我发现它不但不翘，还就不怎么样。我想说，那我还是照例就把它夹翘，然后再用它来刷，看看它的效果怎么样。我跟你说，它不止呢裸刷没有办法把你的睫毛呢刷翘，你连呢用睫毛夹把你的睫毛夹翘了之后呢，刷上它，它竟然还会掉下来，然后就垂垂的，我的睫毛就这样垂垂的往前。再来，它的纤长度呢很一般 ，OK， 它不够卷翘这件事情是我认为它最大的致命伤，也是我最失望的点。好，再来一个我也蛮失望的点，就是它的刷头我记得也是非常非常的细，很好刷下睫毛。那我在刷下睫毛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蛮一般的 ，OK， 因为下睫毛通常就是有带到就可以了。我后来发现呢，它竟然会晕。我这个人呢，已经是很不晕的眼皮了，好不好？我很少刷睫毛膏再晕的，尤其我又住在这么干燥的地方，我又是干肌不太出油的，我刷它会晕欸。我想说晕晕。我真的是头都要晕了。我买了它算是可能我自己期待过高，但用了它就发现我实在是不知道怎样诉求的人呢会适合用它，要翘也不翘，要纤长又还好，要持久也不持久，还会晕啊啊！身为一个睫毛膏，你还有什么长处呢？我就打一个问号啦。那如果有用了觉得哇它真的好棒棒的人，你留言好不好，你告诉我哪里用错了，它到底是哪里好了，是我自己的问题吗？这样子。下一个是 Be My Boyfriend 专业级插电式烫睫毛器。这一支烫睫毛器，我必须说，我是看那个某一位彩妆老师在他的影片里面推荐的。我必须说，我还是非常喜欢那一位彩妆老师。但是自从他推荐了这个烫睫毛器，我就把它记在我回台湾必须要购入的清单上面。我回台湾马上就下定了，这一支不便宜，这一支要1400。以烫睫毛器来讲，这一支1400不便宜耶。好，我告诉你，我觉得它让我失望的点，首先它1400不便宜哦，结果它做工还蛮粗糙的，这条线呐、拿起来就会很像个玩具，有一点不值。好，没关系，如果它够好用，就忽略它的做工或是拿起来手感不够精致不够好嘛。然后再来就是你们看看它这里烫睫毛的地方是线圈式的。我跟你们说，我还在念高中的时候呢，我就买过烫睫毛器了。我还记得我是在东区的莎莎买的 ，OK， 莎莎，我在东区的莎莎买的哦。那时候那一支烫睫毛器890，我还记得哦，那么久以前的事情喽。那个呢也是线圈式的，没想到过了10年竟然没有进步。我还以为1400的烫睫毛器会用一些别的方法来替代线圈。那我为什么觉得线圈不好呢？是因为呢，我之前用的时候就发现它很容易溶掉你原来的睫毛膏之后就卡在里面，然后非常不好清理。你一旦积多了睫毛膏在里面，你下一次再刷，你就会把那些以前积在里面的睫毛膏，因为它加热又融化了，然后就附着在你之后上妆的睫毛膏上面，你的睫毛就会变得很不好看，因为它就会结球结块在上面。我明明睫毛刷得好好的，又细又纤长，根根分明，结果你一把它溶掉，一结块又把以前结块又弄上去，我跟你说，我觉得很灾难。然后我就想说，好，可能是我用的不好，因为有一些人会主打就是还没有刷睫毛膏之前使用，有一些人也会说他会在刷一层睫毛底膏之后使用，我都试过了，我都觉得它的效果就是一般般，所以主要就是这个线圈式的加热让我觉得它没有进步，然后用起来确实没有那么顺手。10年前用烫睫毛器的缺点到现在依然还在，然后我还要花1400买你，然后做工又这个样子。再来就是呢，它烫睫毛的那个弧度跟角度我是觉得很一般。如果你想要微调那些没夹翘或是没有刷好的睫毛，我告诉你，你根本不需要买这个，你就把一个夹头发的黑色毛夹拿起来用吹风机吹热，吹热之后呢就稍微这样子，我跟你讲定型马上就好了，你完全不需要买这个。而且
卷毛夹令大家都有嘛，你还不用另外买这个，这个真的是，我真的不知道是不是我用错了，因为太多大师推荐它，有可能是我用错啊，用错你们告诉我我到底哪里用错好不好？因为我很想要知道为什么它口碑这么好，结果到我手上变成这个德性这样子，我也是蛮难过的。再来哈，就是我用这个烫睫毛器的时候，它在加热过程中哈，它会溶掉我部分已经刷好的睫毛膏，然后呢，它就会溶在上面，干了之后呢，它就会成为碎屑呢掉在桌上，然后我原本有的睫毛膏呢就被它溶掉了一半，然后我就还要再补。好，问题来了，在加热的过程中，它有的时候呢会把我这根睫毛跟这根睫毛的睫毛膏溶掉之后，它们两个会粘在一起，然后就变得很不好看，就变得不完美。我就想说，到底是我哪里错了，好不好？你们告诉我好不好？这个实在是令我太失望了。再来是1028我行我素持色眉笔。1028真的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牌子，我在他的特卖会上面买了这一支，然后同时我也买了很多东西，我那时候直播的时候有分享。然后呢，我当下呢就有画这个眉笔，那个时候我画在手上呢，就发现呢一直出不了色，我还想说那我回去呢再找时间画在眉毛上。我告诉你，它就是国王的心意，它就是出不了色，它很奇怪，真的就是国王的心意，一直画一直画一直画就是没有啊。我实际上呢画在我的眉毛上面，为了要让它显色，我就画得蛮用力，而且来回一直试着让它上色，画到我的皮肤都拉红了，就是已经被我拉扯到都红红的，它还是不出色。我跟你说，并不是每一个在画在手上不出色的眉笔都在眉毛上面不能出色，比如说像是植村秀的武士刀眉笔，它画在手上非常的淡，淡到你就会觉得这个有颜色吗？可是它画在眉毛上，画画画画画，它就会出色，而且会在无形当中塑出你的眉形，所以很好用。但这个不是，然后我买了这个之后，我就觉得真的是国王的心意啊。下一个是这个 RMS 的打亮，在 Sephora 看到它的口碑还不错，还蛮多人买它的，所以我就把它买来了。买来之后我就发现，哇哦，又是一个我不能理解的东西。OK， 你们看哦，它就是这样子，对不对？它是霜状的。好，其实它上在手上呢是有一定的亮度的，只是它的亮度比较微弱，不是那种闪瞎你双眸、闪瞎银河系的那一种亮度。但没有关系，因为我本来就也不需要非常非常闪瞎别人双眸的打亮，所以我就觉得啊，这样子的亮度上在手上还行啊，对不对？我跟你说，它上在脸上之后呢，那个亮就会不见，然后就会只剩一层很像你把护唇膏的那一层油脂这样点在这里啊，没有亮啊。好，我跟你说，没有亮也没有关系，但它最佳一等的呢，就是它会把你的底妆或是你的腮红呢给推掉。我认为会推掉你原来的底妆或是毁了你原本妆容的霜状产品都是最佳一等，都是没有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的。因为像是霜状腮红啊、霜状打亮这种东西，它们就是叠擦用的，那我底妆就已经在那里了，你不能够把它推掉。没有办法想象这个这么贵，也是30-40块美金啊，这个打亮怎么会这么雷啊，真的是。好，下一个呢，我真的不知道我会不会迎战，因为呢这个东西在网络上的口碑实在是太好了，它真的是一面倒的好。我当初就是在网上看到口碑这么好，那么多人推哦，我就把它列入我回台湾必买必囤的清单哦。我买了它之后，我就有一种问号问号再问号，头上无限的问号，想说为什么？难道网上那些都是网军吗？就是这个永和三美人，你们一定对他不陌生。我是去年年底回台湾的时候买了它，而且我一次买了一盒，因为我想说这么多人推荐它，他不讨我的欢心，到我买内盒的，我用掉了好几块之后呢，我剩下的基本上都不想带回来美国，我就觉得留在台湾吧，我更不想要用。为了有一天呢，我想说应该雷霆特辑会介绍到他，我就特地带了2块，为了拍影片带回来美国用，果然今天用上了。好，我今天呢特地呢为了拍影片之前呢还特地开了一个，然后来上妆。你们看，我才用了一次。我认为他最大的问题呢，就是我每一次新拆开来一个全新的哦，然后我当场上底妆的时候，它都会掉屑。然后我想说是这一颗的问题吗？于是我就拆了第二个，拆了第三个，我每天拆一个新的来尝试，都是一样的问题。它都会在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呢，这边就会开始裂开，然后有的时候底妆上面会有屑屑。然后我想说那是不是要喷湿来使用，所以我就拿化妆水呢喷湿在上面使用，好一滴滴，但是也没有好到哪里去。然后再来就是你好像不能洗它，你一旦洗它呢，它就会开始变成不是原来的样子。洗了之后呢，它就会有一点支离裂痕，然后呢上妆起来就不是那么顺手。然后干了之后呢，它那个掉屑的情况会变得更加严重哦。顺便提一下它的妆效，不要说我一味讲它的不好，它的上妆力我觉得就是一般，就是一般的海绵、一般的粉扑该有的样子呢，它就有。会吸粉底的状况就是差不多，它并没有说哦特别的怎么样。那我上网看没有人有这个问题，是只有我有吗？好奇怪。而且我当时在台湾刚买回家的时候就直接拆开来用，并不是我放太久，或是我拿来美国这里特别干燥，不是。我就想说
到底是我怎么样，福泽不够深厚还是怎么样？最近《如懿传》看多了，一直想福泽深厚，福泽深厚那个太后的那个词哦，在我脑中挥之不去。反正我对于永和三美人这个粉扑呢，就是很多疑问啊，然后很多问号啦，然后我就想说，我哪里用错了？来来，观众赶快告诉我，到底大家说它这么的好，那是我哪里用错了？我想相信呢，网络上口碑说它好用的人，绝对也是有它的支持者，不然它不会这么红。只是可能就是跟我无缘啦，好不好哈？下一个是伊利亚的这个粉底液，这个粉底液呢，在 Sephora 上面卖的超级好，然后口碑非常好。我想说，哇哦，它主打它是精华液等级的粉底，因为它上面写 Super Serum， 所以我想说应该是养肤型的粉底，对不对？好，我告诉你，我打开罐子的那个瞬间呢，我就先傻住，就是它超级臭，它。Oh my god， 超级臭！我还要强迫自己再闻一遍。它混着超级重的塑胶味加化工味加口水味混在一起，三合一，然后给你闻。然后我打开的那瞬间就想说，怎么味道会这么重，这么的不讨喜？而且上在脸上之后呢，那个味道会一直跟着我大概30分钟到一个小时。所以我上完底妆之后，我就不断的闻到一个塑胶混着口水味在我的脸上，我就不断的闻，口水，塑胶，觉得我上个粉底需要这么痛苦吗？除了味道不讨喜这件事情之外呢，它是属于养肤型的粉底嘛，确实它的光泽感呢蛮强的，然后持妆力呢也不差，所以以养肤型粉底来说还行。但是我觉得它最最最大的缺点就是它超级显瑕疵的。如果你不是超级无敌粉嫩 baby 水煮蛋肌光滑无比的话呢，你用它，它就会把你的瑕疵放大放大再放大，然后别人看你的脸就会觉得哇，为什么坑坑巴巴凹凸不平的，毛孔全部被张大彰显出来。我想说哇哦，你有这么的不修饰瑕疵哦！你化完妆的时候，近看在梳妆台前面近看镜子，你就会觉得哇，它好像都有修饰到，但不知道为什么。你走进浴室对着镜子这样正常的距离，全脸这样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的脸怎么看起来这么糟，就很不好看，很丑，是不是你害的？就不能理解它口碑或是销量这么好的原因啦。不过如果你是想要找滋润型的粉底、养肤型的粉底，上完底妆之后呢，是那种会发光发亮型的粉底，它确实是那种，而且它的光泽感呢是真的蛮漂亮。只是我不能理解你的光感漂亮，但是你让我整脸看起来很瑕疵，这样什么概念呢？就是这边有加分，但那边扣更多分，这样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哎，留给你们自己来去做评判。好，下一个我又是来得罪人的，就是潘婷爆水胶囊发膜。我买的是橘色密集修护款的，我也是去年在台湾买的。然后我想说，哇哦，它网络上的口碑真的很好呢，就打很多广告。我想说，哇，这个旅行携带实在太方便了，而且如果它密集修护的话，那真的是好棒棒呀。我只能说它没有什么特别特别特别不好的地方，只是它就是一般一般一般的开价润发乳。然后它这一颗单价买下来除下来其实并不是特别的便宜，它的效果呢就是我跟买那一罐200-300块的润发乳其实差不多，就是那种洗的当下呢很润假润，吹干了之后呢就啥都没有，就是那种传过水无痕，就是我刚刚有用吗？他还说他密集修护，修护在哪里？然后冲完之后就跟 Fino 有一种很像的感觉。总之我觉得他就是开架式的那种润发乳，跟修护没有什么关联啦、啊、然后单价又不便宜，是这样。今天要介绍的最后一个品项呢是这个 Anastasia 的定妆喷雾。这个定妆喷雾呢它也是销量还不错，都是看销量不错的嘛，我想大家都来买，那我也买来用看。然后告诉你哦，它这个是主打它喷完不是雾面妆感，它这个喷完呢是会给你的底妆有光泽感的、哦Radiant Finish 哦，就是你那种光泽肌又亮感呢。然后呢，我就化完了底妆，喷上了它。我跟你讲，走进厕所，面对镜子一看，我就想说你是谁？为什么我的脸有一种抹过猪油的光感？我就会觉得那个光感呢，不是什么细致高级的光感，不是什么 glowing， 不是什么皮肤很好或是很光泽般。No， 离那些都很远，就是有一种抹过猪油的感觉。OK， 你们看过一些很久以前那种旧式的唇蜜，擦上去之后嘴巴就很像涂过猪油一样，就是让别人觉得有一种倒退三步，觉得你涂太多、太亮、太厚。我跟你讲，就是这种感觉。OK， 它就是把这个感受呢弄在你的整脸，然后你化好底妆，你的整张脸呢就有一种浸泡过猪油的感觉。OK， 所以我觉得它不应该叫做什么 Radiant Finish， 它应该叫做猪油 Finish。OK， 这样是不是太诋毁它了？可是。可能外国人很喜欢吧，可是我就用了之后就觉得哇哦，真不美耶，就是不好看不漂亮，我好不容易化好妆都被它毁了。但是如果你喜欢猪油般的底妆光感的话呢，这个呢会是你的不二人选。这一款真是我买过喷上去最丑的定妆喷雾。好，以上就是今天的雷品特辑。观众都会觉得我们拍这种影片在做功德，但是我也就是哎，实话实说好不好，你要叫我讲假话也是没有办法的。 OK， 如果不小心骂到你喜欢的东西或是你觉得好棒棒的东西，拜
拜托客官，请不要生气哈，笑笑的看过就好了。还是麻烦你移动你尊贵的小手指头，给我按个赞，然后留言跟我说我好棒棒。如果你很讨厌我的话，也可以留言跟我说我讨厌你，我会给你按个赞的。OK， 我是 Ashley， 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还有追踪我的 Instagram 哦。我们下支影片见喽，拜拜。之前的影片有让他亮过相，你们有没有觉得他长大了？他还不满三个月，结果他已经变重了，他也长大了，好希望他长慢一点哦，好可爱。我要帮你长大。